住暑假档期，首个全球中国电影创作合作，未来透过比赛和活动展现创作实力，同时提升佢哋自我表达，有对解决困难能力。今次咧，我同资权教育中心一齐合作，亦系一个好荣幸嘅事，因为资权咧佢哋有好多好专业嘅内容喺电影嘅制作啊、剪辑啊、电影技术上面咧，佢哋好专家嘅一啲嘅人。呢班嘅朋友咧就會幫我哋一齊咧，去配合學校嘅期望，為學生提供各種類型嘅一啲專業嘅訓練，作為電影人咧，佢哋能夠拍製作電影嘅故事。咁我哋開始嘅時候咧，要問比較少少嘅少問嘅事情開始。咁譬如做出一種叫做大師範，係有細嘅事情開始。你想拍一個暑假，例如有新衣架啲人。
行得了，还有一个叫的中心点，我们水大一号的行政中心，每间容纳最少2000多人。
係啊，咁啊，轉埋啦，轉到邊啦？
但係有一樣嘢話俾你聽，原來咁樣分段時間嘅。佢朝頭早咧，其實七四 K 咧
就去咗教育學院先落去三門仔，過咗十二點咧就去咗三門仔先上去教育學院。係。車程如果個時候睇唔停我去朝頭早就會比較塞啲咯。咁你原來咧喺馬鞍站上嘅車咧係過來人唔上得嘅，佢哋有證先上得嘅。巴士就唔使，巴士就七四 K 同埋七五 K， 但七五 K 咧就唔上到去上面，就經過個門口，即係經過馬鞍站嘅。但係七四 K 咧就上到學校門口咯。但係咧七四 K 又記得，但係咧就我都唔講就話上晝去就。十二點過後咧，咪去啲三年仔先上學校，之後咧就留咗學校先生仔。車程啊，車程大咗多，因為一時時喎，唔可以講話個時間俾你聽，因為肯定咯。因為佢有時要塞下車或者點樣咯，咁佢都係咁。但係咧，佢話誒，仲有一架車就喺馬鞍山開出嘅專線小巴，但係唔知幾多個。呢個行啊，係經過咯。係啦，咁啊，大埔火車站咯，係啦，大埔火車站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幾時見啊？咁啊，你叫佢早少少，因為佢話原來咧十二點過後咧，嗰架巴士就會行咗三門仔先喎，我先上去教育學院咯。咁你見到佢要早啲咯，嚇？係啊。由7月27號起，市區去屯門方向嘅屯門下行轉車站將會正式啟用，新嘅轉車站設施新陳，乘客搭乘由市區前往屯門嘅呢十二號巴士。係啦。要啊，係啊，如果你主動嘅，係啊，因為我五十五月三號上落成一間嘅時候，已經喺呢度轉車。同埋咧，佢有兩段時間咧，如果你之後嗰個成功啦，即係譬如8點幾去搭新計，佢就經咗去間學校先至再落去三門仔咯，即係唔使兜個大圈咯。但如果你過10點嗰段時間咧，原來佢就要去咗三門仔先至再落去嗰度，就會仲耐啲添咯。你明唔明啊？所以就話兩段時間，我就話就即係如果係咩就你因少少咯，因為過咗十二點之後，嗰班第二班車就會有三條仔先再上教我咁樣。咁你唔係啊？你早啲上去上面好大地方，你行啫嘛，你咪十一點半上車咯。咁你起碼係喂，咁你十二點，或者十二點鐘過後嗰啲車就去咗三門仔先噶啦。咁你點知佢趕咪得咯？你因個時間，係啊，因個時間一 break， 因為話誒你有時啲車程嘅嘢有同埋佢誒而家要好忙嘅，而家放緊暑假，啲車咧咁多班嘅，我講俾你聽，好似我而家去科大咁，四個字一班車，如果你搭巴士就 van 就都少咗好多。如果放緊假咯，大學嗰邊，大學嗰邊原來咧唔係。有車，但原來大學真係佢認著有證啊，學生證或者係嗰啲職業證啊。原來佢上嗰啲係過來人就唔上得咯。我問咗佢啦，我喂大學站嗰度都方便，佢唔係噶，大學站嗰度係佢哋有證先至誒俾上車㗎，係好平嘅車程，即係好平嘅車程，唔知幾多蚊㗎咋。做報告嘛，或者測量幾多？坐飛機咯，坐飛機咯。